我想着起来这么大。嗯。什么下线？他要是中国都是啊，从背上破开以后，有肠子，这叫肠子稀松。那美国虾根本不长肠。美国虾有肠子，肠子是得有。嗯。我昨天开的烟，今天又放着烟，放着料酒燃烟了。啊，行，就按这全套的那样了呢。嗯。我你再试试到底哪个好吃、嗯、我昨天可是没烟，稍微放烟一点点烟、嗯、这腥味主要是，然后这料酒、哎、这料酒吗？哎，料酒一点就行。嗯，我觉得也不用，人家这个虾嘛不和中国虾似的，怎么不腥气的呢？对，就这么腌腌它，就得走哈，我都害怕把它这个鲜味给遮了。嗯，再来处理茄子。就是这个肉有些味，刷干净了以后，你看啊，嗯，把它切成，先切片儿，嗯，一公分左右的片儿，嗯，哎，这个茄子还挺嫩的，咱买的这个，嗯，一公分左右对吧？嗯，这么竖着切成片儿，然后再切成条，再切成丁，哎，再切成丁，别切手，半个半个的切，嗯、做个人这点饭不用慌哈。中，一会儿撒上盐需要腌多长时间？这个吧，从前吧，咱是好用盐杀水。嗯。但于世清师傅说，那个样会把茄子弄死了。他让用水泡，然后再用手攥水。今天咱就先试试，因为那个盐的省事儿，放一点儿盐就行了。今天再说这个茄子本身就没咋有水了。那咱是试盐试水啊？今天。我先今天试个试水的，再试试效果怎么样。用水取水。哎。他就把里头这个茄子黑水泡出来，他就说用泡水这个，哦，他会泡出一些黑水来。嗯。泡泡它，把黑水泡出来啊。嗯，泡多长时间？你就在这泡着它呗，咱再准备别的调料就是的了哈。好。嗯，再切细丝儿，嗯，你要是如果不愿意看，你也可以切成大姜片子，嗯，捞出来也是一样，这样就能吃进去，那样就对了，嗯，啊。这你昨天蒸的鸡蛋糕？对。哦。废物利用上了。嗯。
这样要没有鸡蛋糕的话，还用不用磕个鸡蛋？不拉鸡蛋花。不拉鸡蛋花。哎，这个也得不拉一个鸡蛋花。你也可以把葱什么的。嗯。捏成切成段，然后捏成这个。哎，再切成葱花也行。嗯，行。这就行了。好。基本上这个准备工作这就完成了。嗯。然后就弄这个茄子。刚才风刮的。有可能。你看这水，确实是些黄水是吧？嗯。咱还是说这个茄子不大多嘞，挺美嘞。我觉得它的好处是这个味道保持的比较好。嗯，对吧？对，它那个盐一撒，肯定它就对，不如这个，还是不如这个。哎，食材好，可以不用盐。哎、对。嗯。也钻出来不少水。嗯。这倒到块笼布上一钻最容易的，用手钻还容易的。对，连黑水吧。对。好，现在咱做火。嗯。做锅。大火。嗯。他这火上的慢哈。哎，他这火得一分钟，要不你先停停，别浪费咱的这。